安战，你看梵京的动物上画着我哎。安战，我们把它买下来吧。好可爱的兔子啊，跟三师兄长得一样。可否再做一个龙灯？师兄，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厢房。可否还有他人？仙尊和小师妹刚到。辛苦师弟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今晚不用值夜了。南湛，何事？我是说，为何不去看看师父和小师妹啊？夜已深，无需打扰他人。好酒，南湛，再去拿一些上来吧。同是修仙中人，凭什么你们占据了所有的上房？总归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再这么吵，等下惊扰到仙尊和蓝。客官要点什么？酒。好嘞，你稍等。这客栈怎么这么大呀？小师妹到底在哪儿啊？明天跟师父吃点什么好呢？哎，小师妹，小师妹。谁啊？师兄带你去个地方，可比睡觉好玩多了。这么晚了还有什么地方玩啊？记得带一大袋银子，师兄求你了。好。关你的酒。三师兄，不是说好了带我去玩吗？你不知道做贼要三更半夜的吗？怎么只有一瓶酒啊？不可多饮。南湛，你就陪我喝一杯嘛。天啊，三师兄怎么约到这个地方啊？这件这么沉，螃蟹可怎么飞啊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找到了。为何不直接给我？你可知此一行我为他费了多少心血？此物乃是镜中花水中月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果然是个骗子啊。蓝湛，你醒了。什么百事通白瞎了我一百两。蓝湛，你看你喝醉了还跑出来，回去睡觉。我不过是来凡间历劫，没想到却遇见了你。历劫要到坟头里吗？是不是对鬼不太尊重啊？你说的在理，本神你体虚万鬼。那可以再换个地方啊。也好，那我便带你去见识见识。你不要动哦。哎呀，人呢？
不是约好在这儿见面的吗？这地方我从未来过。没来过就对了，师父师兄能一起来就好了。放心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你尽管敞开了啊，喜欢哪个姐姐跟我说，这边不喜欢的话，那边还有哥哥，这里所有的馆子都被我承包了，是吧小美人？我怎么回来了？可算醒了，你一直这睡了七个时辰了。什么？那我怎么回来的？你昨晚喝得不省人事，是尊上带你回来的。你何错之有？我与神女可玩得尽兴？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带上师父。师父，那我先退下了。知道你勤奋好学，为师带你去个地方。蓝湛，看，有流星。蓝湛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今夜格外的安静啊？云霄阁已经许久没有这般安静了。等你解释。好好好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下山不过是兴趣使然罢了，整日待在这云霄阁多闷啊。你有心事？蓝湛，你相信我吧，有些事情不能与你说明白，但是我要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做出违背天道之事。我常常带你来。师父这个点应该在早课，我得想个办法把师妹支走。三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旷课了还在教？据记载，这魔界早在万年前就被师父联合其他几位仙尊封住了出口，只要师父自身灵力足够强大，结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真当神仙当上瘾了？别忘了你骨子里流的是什么血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，